应该是这边也有。不错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很学生的、欸。现在在奈巴克，然后点了一杯这个 carrot milk 和大杯，爽，手握 carrot。他们这边的流沙包很特别的，是呢，它里面还有盖亚的，盖亚跟流沙一起的，很好吃哦。但是这，它这两个都比那个，那个名站那个出名的什么？这两个是吗？就是五星跟这个。五星跟这个。哦，鼎泰丰，鼎泰丰不是出名，我觉得这两个比鼎泰丰好。
所以你觉得鼎泰丰的不好吃？鼎泰丰炒太好吃哦，我觉得不好吃，被捧太高了。为什么你们的醋是紫色的？就是鱼宝的醋为什么是红色的？因为你看，这是羊还是狗？Hello，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极乐洞，然后现在先补个口风。因为刚刚吃东西，现在全部口红都没了。准备去数。嗨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极乐洞，超漂亮！你们看后面。然后这样子，这是小蛙，不美哦，很美，好美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进去啊 ，OK。这里真的超美的，你看。那时候我们一起拍的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看，像什么什么仙境这样，哇，好美！你看这边真的很美，其实现在太阳很晒，但是嘞拍照超好看的。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湖。感觉如果我们好像漂亮七八点这样子来，应该是很舒服的。七八点，对，因为它很凉，很凉，很舒服。不知道它到底几点开哦？它应该很早就开了吧？好可怕哦，很大哎！哇，这里还有好多只，很凶哎！你烤来吃，好像很好吃。这个是他们这里的价钱，有坐船，然后也有脚车的。你这个去坐船呗。OK。船好才到脚车哈。可以。OK， 好。那个时间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只要不见了那个时间。啊好 ，OK，OK， 可以。这个是脚车票，你收起来。这个船票你飞上去坐， okay. 不然等很久是吧 ？OK。我们呢现在坐在这里，然后等着要坐船。我们已经等，哎，已经买好票了啦。然后呢，它船是这样子的。然后等一下穿救生衣，然后去这边坐船咯。哇，仙境也是有宝可梦抓的。哇，很美耶！它地图很美耶。有皮卡丘。You regret 一个，两个，哇！啊、你好浪呀！对啊，喂他一个。拿下啊！拿下！喂喂，浪 ，OK， 应该可以了吧？一个，两个。三个我的，三个我的，最后奖。
坐船喽。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心。OK。小心哦。OK， 下次我不干，我过多少年都不干。OK。那我一直把我干，我干别的。OK。OK。哦，啊。哦，so cool。哇塞。船很好玩呢，好玩吗？很好玩，就是这样子一直踩，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它操控哦，左右或者是前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后面的背景，很美，去抓鳄。我知道，我在玩左。那这个鹅在发光哎！不要动它啊！不是，它会一直往前跑的脸。看，很美。你看，我会像番薯。超像！不要跑！跟你们讲，他是驾船高手哎哦。超强的，讲推都懂哎。他知道要这样子操控这个船哎，就是我们要推要进都很容易啦，然后左右什么的他都会操控它。我们家旁边的，好的。可以可以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在骑着船。然后呢，很爽，你懂吗？就是你一边骑，然后它那个风就一直这样吹来吹来吹来，这样很爽。然后呢，它这也很便宜哦，这个才12块，12块哦，30分钟，很爽哎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来骑脚车，这个是我们的脚车，好 cute。哎，开始咯。你有没有感觉它在歪我这边？嗨，很累啊，我要踩两个人的份，很爽哎。证明水太热了，对。